这两三天没有更新啊，停电去了，手机四五个，充电宝两个，全部用来买电的。这早上电力公司的呢，才把那个喉塞炸了呢，才把它装起，现在才来电。我头发刚才都洗过冷水，然后才电那个再吹了一下的。大家有得私信问我那个莫了我的小姐，当天晚上吃了饭，然后喝了酒，人家就回家睡觉去了。然后第二天他去土耳其去了，今天应该是到摩洛哥了。之前跟你们讲的嘛，还是过来旅游的。作为中国人呐、啊，在外面偶遇啊，可能一起吃个饭是比较正常的事情，没得你想的那种花里胡哨的事。老师们，你每天早上起来坐在这个床上就这样子坐着，然后我又在这个床上睡觉，你坐在那里干嘛？你该出去玩出去玩了、啊，我睡觉的时候你又没有事情做。今天帮我教你等下怎么用那个洗衣机洗衣服，你的衣服有没有洗？洗好了，你自己洗的。我教你用下面的洗衣机怎么洗。现在你帮我拿下这个衣服。OK。不能拿，我堆起来太多了。我来这里十天了，我就洗了两次澡。不要说我什么不爱干净啊，是没办法洗啊，大哥，老是停电又没有热水，我洗都不敢洗，洗了要感冒啊。我之前给大家讲过，我现在住在这个民宿里面，100多块钱一天，然后包三餐饭，洗衣机也有，相当于说你在这边来住是非常方便的。如果你来这里想来过来跟我一起住，也可以找我，然后我教一下罗斯文用洗衣机洗衣服，他以前没有用过，以后他的衣服也可以拿来这里洗的。啊、你家里面有没有洗衣机？没有。你妈妈家没有？没有。你 family 没有？也没有。罗斯没有。从来没用过洗衣机洗衣服。来，我教你。OK。以后赚钱了给你妈妈买一台洗衣机，然后你就知道怎么用了。先把那个水打开，把白色的挑出来，白色的不能够一起洗。白色的一起洗，等一下这个就变脏了。把这些全部放进去，你看包里面有没有钱？我因为有时候我要忘记包里面有没有钱，拿出来，然后全部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。把这个再放进去，这是洗衣液，这老板的是免费供应的，放吧，少带点。OK， 要不了多少。我们平常没有干活，身上的那个过家家很少，这个就少放一点。这米利斯，像我这个衣服洗个20分钟差不多了，21分钟，21分钟结束了之后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再过来把它捞起来，水放，把这个水放出去。OK。你现在不用管它，就看着它干嘛。这个洗衣机在你们埃塞俄比亚卖多少钱一个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估计应该很贵。我住的这个民宿其实安全比较好，这里防盗网、电网、保安、保姆、司机、车，它都是来回接送的。还有你需要翻译的话，老板他也会给你安排，陪你出去买东西啊，陪你出去玩这些。只要你付一点的适当的工资，就比他们当地人就可以了。这个里面洗衣服，有一个衣服不能放，你知不知道什么衣服不能放进去？不知道。内裤。哦。摇裤儿。摇裤儿。摇裤儿，你知道个球，里面那个小的短裤，你知道吧？这个裤子，这个裤子不能够放在这个里面洗，因为这个是大家一起用的，这个裤子就不能，就要自己洗。你在房间里面自己洗，你不可以拿来放在这里面洗。哦，这个要跟你说一下，要不然别人看见别人不开心的，因为那个是私人的东西，知道吧？你要拿下去，你下次人家看见给你直接给你扔了。罗斯文一直在那里盯着那个洗衣机，先让他在那里看着吧，反正现在没事。来看一下这个厨房里面的保姆他们做饭啊，这是咱们民宿里面的厨房。Hello， 明明，这是咱们大厨师 Big Chef， 他会很多中文，他是不讲英文啊。今天中午吃什么？牛肉。啊，我来看一下，这女孩子非常的厉害啊，而且很勤快，平常不怎么说话的。她会做很多中国菜，也是以前咱们中国人教的。她的中文也是，这个做烙饼、西红柿，哎呦，这个是猪肉，阿三妈，这个是牛肉。中午可能要做5-6个菜啊，因为现在酒店里面人数不多，只几个人我们住。这里一个好像是负责搞卫生啊，洗被褥的，他这里在烙英杰拉，英杰拉。What's your name? Helen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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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nglish, 他不会。不会哦，你也只会一点点。看到这个是不是怀念起以前我在工厂里面做采购管后勤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是每天经由他们买这个玉当地的材料，然后回来让他们做这个英杰拉给当地工人吃。你别看这些女孩子的长相啊，她们实际上可能只有20岁都不到。Edmund? Edmund? 嗯。95.95。95是多少？明明95是多少？19岁是吧？他这炒的什么？咖啡起。然后明明做的都是麻辣味调料，花椒、八角，然后上面
豆瓣酱、辣椒，什么都有啊。其实口味炒出来跟我们国内的相差不是很大。让他们炒菜吧，那两个女孩子有点腼腆，不怎么说话，啊，不像以前我手下里面的那个阿乐们，他们一天到晚高兴坏了。你现在会不会全部用？会，全部。哦，这上面它有English的，那你用起来就比较简单啊。谢谢你啊，没事，反正以后你都要买洗衣机的，只是说这一两年可能你不会买，因为你现在要工作多挣点钱嘛。现在最后一步螺蛳粉，这个里面洗了之后它有很多水，我们要放在这个里面把它甩干，知道吧？这个甩干之后就可以拿来放在这个衣架上面。中国有没有每个家？有啊，中国每个家里面都有。很方便。很方便，那你们以后也是这样子的，只是说现在你们工资少一点，然后这个生产的厂家那个发个投资太少了，所以说他卖的很贵，你们也不怎么买。牛逼，牛逼，一点点，看着这里把甩干，有时候他要跳，你把他按住。哦，像我们中国用的那个洗衣机，家里面用的，它不是这种，它是把衣服放进去之后，你把洗衣服放进去，好，你把时间那里调好，你就可以去外面玩了。晚上回来，你把衣服拿出来，这样子甩一下就可以穿了。哦、这个很好。那个肯定啊，那个全自动的。现在这边你有一个这个用就可以了，这个买的好贵。